骤做啊，回去一定要再多多练习。录制完之后会多两个东西，一个工作表合并，一个是清除啦，好，这两个我想自己自把按钮加上去啦，应该没问题吧，然后做完的话就类似像这样，就是我最后做完这边已经有了，然后就是插入两个按钮嘛，那也许最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工作表合并的按钮，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个清除的按钮。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让它连续的帮我，那我的习惯是希望按钮一样大的话，我会用复制的，然后再来做修改，好，把它这个改成清除。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再插入一个新的表达按钮，会不同一样大了。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把它清除，然后工作表合并，有没有合并过来？我合并过来，你会发现有几个缺点。第一个，它会画面会闪动；第二个呢，它贴完之后就跑到这里来，你必须还要怎么样？再拉到上面来，它才会所以你变成这个部分还不够贴心，所以通常写完程式之后还会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刚刚的地方，比如第一个，我希望程式跑完之后帮我把游标移动到哪里呢？最上面，也许 range A1， 那你怎么写？很简单嘛，这个复制贴上应该会了，Ctrl 键按住嘛，把这边改成，有没有？就搞定了，意思是什么？跑完之后游标跳上去 ，OK， 第一个第二，所以我们来试一下，清楚，跑完，有没有跳到这边来？这样感觉比较贴心啊，不然你贴完了，好是有贴完了，可是游标还停在下面，那使用者还是要拉上去，因为他主要是要从上面看下来，没有人没事从下面看上去吧，因为栏位名称在上面，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画面会闪动。所以如果你要把画面闪动关掉的话，应该还记得吧，开关关一下就好了，谁管理这个开关呢？就是那个什么呢 application 嘛，所以你就要把这 application 物件一定要记下来， app 嘛，application 点，点下去有的话表示字没拼错，screen updating 有没有，等于什么呢？等于 false，然后呢，最后再把这一行呢复制到下面来，再怎样等于 true 就好了。意思就是上面是关，下面最后跑完再开。那刚刚会闪动，我们来试一下。这时候按下去不会闪了。这样感觉就很 OK 了，对不对？那不会花太多时间，但是你的那个逻辑要清楚。所以我们刚刚主要做的动作如果你把它标准化流程的话，一先把中间这个写完，就是做完，对哈，那顶多是多了什么呢？多了这一行，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可能要把它稍微记一下，有没有向下一列嘛，然后呢外面再包回圈，有没有 for 回圈包起来，然后呢为了确保你的位置是正确的，所以呢先把游标放在第一季的工作表跟它的这个 A2 的储存格，不然如果你没有加这两行的话，那有的时候你游标刚好不在 A2， 那完蛋了，它一合并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OK 这个我想各位要注意，那其他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刚刚加上去了，至于你要做其他变化了，反正就是标准化流程，一下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那清楚的话不外乎就是 A2 一直到 E 的最下面一列，把它点 clear contents 啦，所以这个已经做了 N 次了，所以自己再把它完成，好，完成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要需要做个变化，当然你会发现贴上之后会有几个问题，一这边是1到 30， 这边是1到 30， 1到可是你会发现我贴上会有个问题我没有月份的讯息，所以理论上应该日期应该是1月1号、1月2号等等的，所以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需求，做完其实刚我写的程式码都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做不出来，没办法啦 ，Ctrl C、Ctrl V 回去有时间就把它多练过了这东西其实练个几遍之后，你大概就滚瓜烂熟了以后的话，我想做这东西就会很轻易好，再来就是，处理月份资料问题，结果长得像这样子，本来是
只有中间的这个部分，我要补两个东西。那两个前面的东西补什么？补一月，中间的东西还保留，后面补一个日。哎，假设啦，哈，假设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话，那一月的这个讯息从哪边得到的 ？I 的那个嘛，哈，就是它几月啊？可是 I 是123嘛，那我要的是这个工作表，我现在所切到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所以哈，特别重要，这边会需要了解一个，就是这个工作表它的名称叫什么。所以呢，你可以多知道有个属性叫点 name。它的 name 就出来了，后面再串一个字就可以了。所以那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啊，如果你现在没有头绪的话，像我之前啊，同学，我这也是衍生性的啊。同学啊，老师做完了，可是我这日期不 OK 啊，那可不可以改一下？对不对？好像对哈，改一下，怎么改？哦，这时候头大了。对，你写完了，那所以啊，这地方呢，也许啊，你可以。假设你没有一个头绪，你可以慢慢让它什么去跑这个程式啊，比如说 F8， 然后啊不，这个是清除啊，你可以怎样？像我那时候是怎么讲？就是第一个哦，就切过来了，对哈、啊，然后这个切到一月，砍出去向右向 copy， 切到第二季，贴上之后呢，其实再来这下面这一行就是砍出向下，那砍出向下你再来处理好像。就过了那个时间点，所以理论上哦，处理的最佳的地方应该是在什么？当它贴上的时候，要做什么？就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改什么？把它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的 A 栏里面的资料抓出来。然后呢，前面并一个现在工作表的名称，后面并一个日，再把它写回去，其实就可以完成了。那怎么写啊？基本上贴上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啊，那怎么把它全部跑完？我就打一个 for， 因为 i 已经用掉哈，这边所以哈，我就这边有一个 i 了，那我用追好了 ，for 追哈，等于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最下面一列的话就是。我们 range 哈，从那个 A2 哈去侦测，点 end， 好，然后前刮弧向下去抓到它的 row， 然后一样嘛哈，会有 for 就有 next， 做什么呢？从头到尾帮我做这一件事，先把输出先写在前面，输出的位置一定也是追列的 A 栏，输出什么东西呢？等于。其实哈，还是他自己本身一定会有，一定也会有一，可是我这个一前面会串一个什么？先串一月，那一月从哪边来？去工作表的刮弧哪一列？不，哪一个工作表？这个工作表后面加一个，请你加一个点 name。点 name 的话呢，哈，就是一月的意思，现在这个一月哈。然后后面的话串一个 and， 所以串接嘛哈，一月一日后面串一个什么 and 一个什么呢？再串一个日，看得懂这个意思吧哈？就是先把这个东西先抓过来，把它全部串完之后啊，再帮我写回去。那所以这边的话呢，就会变一月一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直接来跑一下 ，for j 哈，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31嘛，好，做什么呢？帮我把这个的话哈，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在这个地方啊串什么串一，再串一个日输出，有没有看到一月一日的 ？OK， 好，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现在这边这个东西，它的流程是先帮你抓过来，然后跟这个串完之后再帮你丢过来。好，应该懂那个流程了哈。OK， 好，然后底下都一样，所以哦，全部把它跑完。所以全部跑完之后的话，我这边设中断点，让它全部跑完。有没有？一月一都保留到30了，
OK， 好，那跑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哈，我们再换二月了。OK， 所以二月的话呢，我把它贴上。不过二月我把它先贴了之后，这边还是一个中断点啊。好，这时候呢，二月又贴上来了。贴上之来之后的话，可是我要做修改啊。但是如果我现在直接跑的话，从二到最下面，那不就刚刚一月的也会被更改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的习惯是做一个逻辑判断。什么逻辑判断呢？什么地方要改，什么地方不要改。后来我用个简单的逻辑，因为没改的话，它的字的长度呢，一定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嘛。对，就是 不外乎就是1到30，那它的字串长度最多就一个字或两个字了。如果是三个字的话，那就不用改了。1、2、3、4，它有四个字，不用改。所以我的习惯怎么样？外面呢再做一个逻辑，逻辑的写法应该都会来 if， if 什么呢 ？if 这个东西 sales， 这个sales 这个里面的长度，那 len 就是它里面有几个字。如果这里面的话假如是大于，大于不用，应该是小于三个字，小于三个字的话，表示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吧才需要做 then， 那大于就不用理它了then 啊这边加一个 and if， 也就是说呢，如果它的这个什么呢，字数超过什么呢三个字的话，就不用去做这个，所以这边我有个逻辑啦，是小于三。小于三的话，就是一个字或两个字，才需要加上那个就是几月几日。所以这边的话我把这边再执行，那你会发现它会先抓二月嘛那因为它有四个字，所以你会发现它有四个字四个字怎么样？跳过，什么事也不做，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上面都什么都不会做，直到什么呢？直到是二月的，这。二月把这边设中断点，那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二月了，所以这边的话呢，才需要怎么样？把二月的东西呢，直接再把它输出，所以你会发现这时候二月一号有没有？二月一号放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呢，直接就是再把这边直接再执行过，二月一号有没有？直接就全部输出了，那其他三月也。做法是一样，所以我把它执行，你各位看一下执行 ，OK， 那你会看到后面的话呢，当然上面有改过的就不会再改了。三月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最后呢，我们写出来的程式顶就是多增加了几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就这一段，那其实刚刚写的把它云端上也有了，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这部分就是。多写了，就是其实这上面也有做一些这个注解，其实就是贴上之后的话从第二列到最下面去检查一下，当它字数如果是小于三个字的话，才会去做后续的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当然这个是我想到的方式啦也。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可以，那当然你如果有别的逻辑你也可以用你的逻辑去撰写，所以这里其实我这边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参考的答案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也许你有更简单的写法的话，其实也可以想想看当然一个解决的方法每个人的逻习惯性不一样那写出来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试一下。